落油油小组啊，喺西贡而家食紧海鲜餐啊，个个都好兴奋，人人咧都食到好滋味咯。但之前几个钟头啊，我哋一面迎住寒风细雨，但一面咧又享受紧盐田子富有历史痕迹嘅小岛风光，兴高采烈四围影相打卡之余咧，又担心落大雨，自己咧就变落汤鸡，总唔知心情好反复啊！当然最后天公都算做美的，只是落了一些的毛毛细雨，多谢晒。我们这次呢就在盐江保育中心那里买飞的，每位是来回50元，集合时间上午10:09啊，绝大部分组员都准时到达，赞啊！出席人数15人啊，多少有少少抱恙，临时缺席。上船之前，女组员嚟张大合照先。由码头去到盐田子，航程只需要15分钟。红日微风吹幽渺，云外归鸟知春晓。那个爱祖母一觉醒来，藏伴蝴蝶飞走了。船在桥底轻快摇，桥上风雨知多少。伴唱伴和一首歌谣，湖上荷花开了。冷暖来又复去争分秒，又似风车转都停不了，令你的心再跳。一想到盐田子这个小岛，立即就被它的码头吸引住，干净整洁，给游客的第一个印象非常之良好。过了码头之后，第一个艺术装置就是流波行云，都挺好气势下的。星星闪耀，凝望谁家偷偷笑。何地神仙把仙摇，留下霜雪知多少。蚂蚁有洞穴，家有一个门，门外狂风呼呼叫。
又风去争分秒，又似风车转到停不了，令你的心在跳，令你的心在跳。